所以我的家人他们一直，妹不要紧张啊，唱好好啊，你们认为我会唱不好没？他们一直你要唱好好哦，很多人看哦，我有唱不好过没？肯定是很开心很兴奋，因为而且看到今天就是很多粉丝到，知道他们是为了我，为了来看我，因为喜欢我爱我才会来的。然后觉得我以前从小唱歌到大，比赛到大，没有白费这样子，然后今天成功了。嗯，那今天压力这么大，老板有给你什么加油吗？没有哎，他们超放心的，可能对我很放心吧。我昨天11点就睡觉了吧？不把妈妈接来？肯定会要啊，但因为现在疫情就没有办法啊。嗯，真的很想念家人哎。对啊，还有2天，他隔离出来的第二天哦，他就有节目要上啊，比我更红啊！天啊！哎，以后工作不可以只找不备哦，还是要我。华人新年的时候啊，因为原本是有回去马来西亚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买了2个新的玩具跟2个零食给他，然后可是那时就没有办法拿回去嘛，就留到现在哦。所以等他出来，我就会给他的新玩具跟新的零食，而且这边的零食很多种类哦。我吃过狗狗的食物，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有时看他们吃到很香。我就好奇那个食物到底是什么味道，我就吃过，有一些是那种像 cookies 的那种啊，哎，跟人的那种 cookies 差不多一样，哎，很好吃，真的可以试一下大家。